这是屁孩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屁孩 Ryan， 还有社畜时代哦。东京三天老的坏蛋怎么做事啊？我们立刻就能把资料准备好给您。IT 人来了没啊？无法冷静啦，你们赶快把问题给我解决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昨天还好好的啊。还有纸啊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印哎。这设备的事情可以问 IT 吗？东京三天老的坏蛋怎么做事啊？对啊 ，IT 说他只处理电脑相关的问题，其他的呢叫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。都把我们当设备工程师好啦。徐萌静，你不是很会吗？修理好了没啊？不是，这纸也有，碳粉也有。啊，奇怪，我这次我真的不知道印表机问题出在哪里啊！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才问你们。你在干嘛、啊？一群人围在印表机旁边装忙啊！不是啊，朱姐，那印表机又坏了，大家现在资料都印不出来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出去印好了。影印的钱你自己出哦。公司不是没有印表机？平时叫你们爱护设备不听，啊，现在东西坏了谁负责？那个徐伯俊，去叫资讯部 IT 来修一下啊。朱姐。公司的 IT 他说他只负责电脑相关的问题啦，叫不了 IT 那你就自己修咯。朱姐，这台十几年该换新了吧、朱姐，我跟你讲那个，喂，陈总，是的，现在吗？不，怎么会不方便呢？我们立刻就能把资料准备好给您，待会见。红色警戒！大力光陈总十分钟后抵达，魔君跟小买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立刻给我把印机修好，把合约印出来。米娜，上次施工厂商估价单给了吗？我立刻请厂商传真过来。是，大文，去跑海给陈总。是，朱姐。是。叶一豪，准备好我前天要你做的提案简报。是。这台如果签成功。我就要来去享受大餐了。到底在吵什么啊？烂机器、破机器、蠢机器！魔君，你问 IT 了没啦？他说他要再等一下啦。我跟你说，你在那个印表机侧边悄悄看。对，徐魔君，来帮我！妮娜姐怎么了吗？我收不到厂商的传真啦，试了好几次都传不过来，是怎样？我帮你看一下。怎么会传不过来？等一下，陈总就看这个报价啊。徐某俊，投影机投不出画面啦，是投影机问题还是笔电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啊？这个是你的问题吧？给我闭嘴处理。IT 等等就来了，你们等一下嘛。那个咖啡机又爆炸了 ，IT 人来了没啊？赶快来修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所有机箱停下了！不行，我冷静，冷静。无法冷静啦！你们赶快把问题给我解决！黄琳娜，估价单，传真怎么可以没办法用呢？还有马伟鹏，你出来那么久了，他到底弄出来了没啊？哦，烂机器耶！马伟鹏，你到底出来了有没有用啊？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陈总啊！事情不是你看到这个样子，我们只是有一些我想我还是想不，陈总，等一下，留步。拜托别烦我，别再闹大笑话，那么短暂的光阴。喂，毛俊啊，我刚就说我没有空了，你现在在这里。董事长你好，你好，嘿，不会，没事，秘密任务，攸关社畜的生死，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，你不会失望的啊。总算有一点意思了啊。让资讯部的 IT 过来。喂，现在！
哎，大文，自从上次陈总案子告吹之后，朱甲好像一直很暴躁哎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听说因为损失太大，总公司非常不爽。我也很不爽啊，电脑每次都这样，快受不了了。啊，至少朱姐有跟总公司客诉啦，爱听今天就会派人过来处理电脑问题。还有网络问题，我报修了好几次都没有理我。我是想要换掉我的萤幕啦，根本就看不清楚啊。请问是哪一位设备出问题的啊？啊我这台电脑你看一下。小黑最近变得很卡哎，开个网页要五分钟。请问小姐最近有开启一些奇怪的广告，安装一些新软体，或开一些奇怪的 email 吗？就是一些工作上。我们再来看就知道了。你这个减肥广告就不能一直乱点，这木马太多，吼、哦，还有这个色情、啊。我不想知道原因，你只管把电脑修好。哎、欸，那个大家，难得今天资讯部 IT 有来，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处理哦。我选我，我今天还有一些处理，处理。我萤幕就变蓝色啊，然后我就按那个 F4， 又按 F5， 再按 F4 F5、小姐，可是它现在不是蓝色的，它现在是正常的，就是没有蓝色，有很多颜色这样。奇怪，你一来就好了。奇怪啊，你有事情再找我，谢谢啊。所以请问先生，今天这里有什么问题？就我在电脑常常断线，然后网络又跑得很慢。断线了。OK， 我这里断线问题已经帮你们处理好了。但是如果觉得网络慢的话，我建议是直接换一台新的路由器。这样。你能不能够帮我们装台 PlaySpeed 啊？我不能够帮你们装一台 PlaySpeed。对，如果要的话，自己跟公司要。不是啊。他那个样子，死抠的，他会帮我们装吗？你看他。那个，我需要 Photoshop 这套软体修图啊。嗯。因为这套软体不便宜啦，公司好像没有这个预算安装外挂程式。所以呢？可不可以帮我偷偷安装外挂程式破解版啊？不可以啦。不行啊。可以啊，白痴，不要闹。他现在目前是正常的啦，哦，所以不，他刚刚真的变成蓝屏啦，拜托啦，你就一直待在这里，没有办法，哦，真的变亮嘞，小姐，要灯亮从这里调就可以了，哦，是哦，Hello， 哦，对你员工又在跟我 say hello， 你都在哈手，哦，得拜托回来管一管，不然哦会累，脸不好看，看手好看，他们都哈手，摸西摸西，说完 hello 就直接 hello， 喂，谁啊？好烦啊！你们提案得很好，只是我们公司非常注重资安。上次到你们公司的时候啊，我非常不放心。哦，让您见笑了。那一天其实只是我们的设备出了一点小问题啦。还好我后来跟你们董事长吃一顿饭，我才知道你们公司的 IT 建设了一个非常顶尖的防火墙。IT？ 是防火墙。消防设备吧、哦、当然我们公司最重视安全性了。好的，那后续呢，我再请专人把合约传给你。好的，期待双方的合作。我也很
期待，谢谢陈总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哇！谢谢陈总。今天很开心来这里跟大家就是有机会的演戏，因为我一直很想演戏，也没什么戏。哦，所以之后每周三也是有空的，对了。哦哇，现在是要直接邀我进入那个办公室。好会聊天。没有，但是那个你知道音乐事业还是要顾一下啦。对一下有一张专辑啦，我的首张专辑《屁闻官职》啊，其实都实体也都买得到，然后你到各种串流都点得到，然后我 YouTube 的歌也都在上面，所以就可以去订阅我。实体买得到，实体买得到。但照理说宣传的时候不是应该要来发专辑？我今天忘了带。所以你下次来拍摄的时候等。都会带的，对。所以我们直接先敲好下一个拍摄的，已经记得。那我再问一下那个我。